现在嫁接日本香梨，榛木我们采用的是玉露香梨啊，采用嵌芽接的方式进行嫁接，这个是我们学的啊一个日本香梨的顶芽的一个接穗，这个顶芽可以嫁接2颗，这个芽子可以当一个接穗，剩下的那个芽头也可以当一个接穗进行嫁接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芽头先嫁接，这个芽头前端啊，切齐它，然后嵌在这个口内，对这个嫁接口进行包扎，用地膜拉紧拉实，啊，多包几层啊，全部包扎，包括这个芽头啊，也用地膜包起来，啊，现在这个季节就是适合全包扎，这种嫁接方法成活率特别高。